上山顶了。今天的视频啊，依旧非常简单哈，全程拿 Insta360 汪二下这边 Whistler 这边，上一次呢是下这个 Blackcomb 那边双黑道。跟上一次有点不太一样的是，这次我用到了一个从我背后像天线一样触出去，非常完美的第三人称角度。OK， 大家感受一下吧。如果大家觉得刚才这条道比较简单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滑的是单黑。OK， 现在我们双黑再来爽一下，就是要爬山，有点麻烦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别的山哈，但是威瑟山顶这种双黑的话，只要你入口敢下去，后面应该都没有问题。看一下这个入口，石头还是有点多哈。我得挑那一条线，对啊，右边这边全石头，左边应该好一点。OK， 我们第三人称模式切换。哎呀，两边都是石头啊，我们就从中间这里蹭下去，能怂一把了。哎呀 ，OK， 开门全过了。双板滑这种陡坡真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，也毕竟是两个板的刹车吧，单板当然也能蹭啊，但是感觉会 sketchy 很多。双板的话真的就是每一个弯一压这个山下脚，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爽哈。 OK， 我们继续找陡坡。 OK， 由于这个道
不是那么难哈，所以说我就直接手持吧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角度。OK， 刚才刷了好几趟这个黑道和双黑道哈，我感觉呢，为什么这次又是双板哈？其实我挺想拿单板也来玩一下的，但一方面是单板的话，就是下一个人下这个坡啊，还是有点怂的哈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想体现一下这个INSA360的优势哈。如果我双板要像单板一样拿着这个杆自拍的话，不用点杖来滑这个双黑道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会滑的。就是重心就很容易靠后了，所以说双板呢就是一直苦于没有人帮忙拍，所以说这个INSA360呢第三人称模式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对， INSA360就解锁了一种新的角度，新的拍摄方式，给人第一印象真的是无人机跟拍啊，效果还是非常炫酷的。